双鱼座，双鱼座的人虽然非常被认为很花心，但是他们对每一个人都用的是真心，可能他们不能理清自己的感情吧，所以常常会选择逃避，但是他们大多有着迷人的眼神，致命的微笑，这些对于异性来讲又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。消极之人虽然在本命年之中虽是有一些小小的挫折，但是都不是个事，因为命中的两大吉星的护卫多能平安度过，特别是在这六月里，双鱼座的感情运势逐步上升，可以说是桃花运旺盛到泛滥成灾，在你身边的异性们对你是越来越难以自拔，变着招数的讨你开心，就是想让你能够给他们一次机会，但是双鱼座一定要清醒自己的头脑，擦亮眼睛，仔细的寻找属于你命中另一半，可得抓住机遇，天生自带磁场，让人夜不能寐，难以自拔。天蝎座在爱情里，天蝎座人表现得非常极端，他们的爱是炽烈的、疯狂的，甚至是滚烫的。如果对方的爱情表现是冰冷的，他们爱情的热度能够让冰冷的水瞬间沸腾。不过，他们这么极端疯狂的爱，很容易会灼伤人。当占有欲强烈的天蝎座人爱上了某个人的时候，他们会用一生的时光把对方吞噬殆尽，他们会把对方爱到骨子里无法自拔，他们会希望看着对方直到自己闭上眼睛离开人世，一旦对方属于自己，他们就不会放开手。白羊座，白羊座的人性格乐观，是敢做敢当的典型，他们非常讨厌喜欢推卸责任的人，任何时候他们都敢于承认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如果错了，他们能够勇敢面对，承担后果，他们认为这是做人必须具有的品质。胆小懦弱从来不是他们喜欢的性格。如果说最有义气、最有责任心的星座都是谁，那白羊绝对榜上有名。所以就算不是他们的错，但眼见若流之辈被人欺负，也可能忍不住亲自承认。那当然，若然不是他们的错，而你硬生生要他们就范，白羊人也会起誓保护自己，绝不